你是否被失眠所困扰？睡一宿好觉，它真的是一个奢望。中医专家追根溯源，思虑过度啊，你就心学暗号了。带您找对病根，治失眠，敬请收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现在啊，很多人最大的愿望呢就是不失眠，能够踏踏实实的睡一个好觉。的确啊，现在失眠的问题呢富集到了各个年龄段，而且呢频繁的出现一些关于失眠的热词。咱们来看一看，有熬夜党、夜猫子、属羊无用论和安睡成奢望，大家对于这些词汇应该不感到陌生哈。那今天我们现场呢也请到了三位嘉宾，先欢迎大家。我们来看看关于失眠的这些热词有没有引起你们的共鸣呢？其实我觉得里面有好几个都算我，比如说熬夜党、夜猫子都是我。你别看我现在30多岁，但是我其实失眠已经20多年了。每到夜里的话，其实眼睛就会瞪得特别大，然后又很害怕去睡觉。比如说有时候躺在床上一两个小时睡不着，那是常事儿。所以就特别希望说有一天能够躺上就睡着。这是我们最大的奢望了哈。对，李然你呢？就像刚才任杰说的，夜猫子、熬夜党，我其实最关键的是属羊无用论。我觉得我失眠这十几年，这个羊估计都已经过亿了吧。但是就是数着数着到最后就是越数就觉得这个画面感越强，然后最后就跟电影一样，到我真的有已经有困意了，开始准备入睡或者睡着的时候，就又开始各种各样那种很惊险的场景。比如说我会突然间梦到高考，或者有一个什么节目我记错了时间，就特别紧张，然后就是整个一夜都觉得睡不踏实。所以觉得睡一个踏实觉成了我的奢望。确实啊，这个失眠的问题呢非常困扰大家。那其实中医认为呢，失眠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今天呢我们就请中医专家来帮我们明辨一下，我们现在存在的失眠到底是由于什么样的病因所引起的。今天我们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于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王星辰主任医师，有请王医生。您好王医生，欢迎您。我们知道中医看病呢特别强调对症下药，所以首先呢得为我们的现场嘉宾啊辨一辨症。那咱们先来看一看每位的情况究竟有什么样的特点哈。我们先看第一种，您看这位呢是入睡困难，躺在床上啊，这脑子里跟过电影一样，都过了一个小时了还睡不着。那王医生，这样的入睡困难的病人在您接诊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经常会遇到呢？是的，实际上我在临床上也曾经遇到过那一个50岁的中年人，他是个厨师，由于他的生活节律啊和大家不一样，导致他严重失眠，这失眠长达15年，彻夜难眠，心烦意乱呢，用了各种镇静催眠的药，可以说没有任何效果，那非常痛苦，影响了他的生活质量、工作效率。就是我，这好像答对题一样啊！但是说实话，我刚刚说了，我失眠20多年，每到晚上就会睡不着觉，其实心里是特别害怕的，总觉得怎么还没睡着啊？今天晚上睡不着怎么办啊？因为我吃过很多很多的这个西药嘛，像阿普唑仑、艾司唑仑、左匹克隆、右左匹克隆，还有93唑匹坦，还有特别严重的时候还吃过氯硝西泮，就都是安眠药。就是比如说吃这个药吃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没什么效果了，换着吃，就不能老吃一种药。最严重的你知道其实是什么吗？就是我们主持人其实都知道，如果是晚上上直播可能还好，白天可以睡得晚一点，如果说早上有特别节目的话那就会非常紧张，就必须得吃安眠药。但是有时候吃了安眠药之后好像那个效果也不太好，比如说你睡得昏昏沉沉，第二天早上起来头也特别晕。我记得有一次我早上起来有一个特别的直播，
但是呢，前天不知道是太紧张了还是怎么着，其实也就睡了2个多小时，不到3个小时，很影响状态。对，但第二天早上的直播是3个多小时，你要全程高度紧张，就是你很怕每个字说错了，但是那个时候你会发现嘴巴不听自己使唤，就是平时你能咬得住的那些字啊词啊，你就会说秃噜嘴，然后吧说错了之后你想找吧吧又找吧不回来，这太痛苦了。确实吃了很多的安眠药能够暂时的缓解失眠的问题，但是会影响到第二天的情绪和状态，也会影响我们的整个的工作效率。但如果不吃的话呢，整夜睡不着，对于第二天的工作状态影响的就更大了。所以呢，我们存在的这个问题啊，就是入睡困难。对，好，那从我们中医的这个角度来说，这种入睡困难的根本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实际上它就是叫什么呢？应该我们有个名词在提到，叫心肾不交。心在上，属阳的，阳阴阳的阳火，那么肾呢，在下，属水，那水是凉的。正常情况下呢，要想使这个水不寒，应该这个心火，就心中的阳气应该下潜，应该是往下，往下的下潜到肾，是肾水不寒。另一个呢，肾水呢还有上极，我们叫上升，上极到心火的这个位置呢，是心火不要太亢，这样的就使人能够得到正常的休息。那么你想一想，心火总是在上，我们说白天心的阳气旺盛，我们才能充满活力，如果到了晚上了还充满活力，你能得到睡眠了吗？我们这都叫心火上炎呢。心火过旺的话，那么心神都得不到宁静，得不到宁静，我们说气定神闲，心静自然凉嘛，对不对？那么这个心火旺的话，心火上炎扰神，肯定晚上就不能得到入眠了。那这样的一些朋友哈，在生活当中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症状或者是特点呢？那么他就会既然休息不好，那就会烦，心烦失眠，潮热盗汗，五心烦热，我们常说的手心啊、脚心啊、胸部啊，出现烦热的那种表现。我们说的潮热盗汗什么意思呢？到了晚上的时候啊，就感觉到身一阵子一阵子就像海水来潮似的，一阵子发热。那么甚至出现什么呢？因为肾我们说聚于下，在下呢它位于腰部，常常出现腰膝酸软，甚至出现因为我们失眠啊得不到很好的体力恢复，会出现神疲乏力。由于这个我们说心火上炎啊，它会耗损津液，还可以出现什么咽干口干。口干就是水少了，津液少了，导致很多重要的脏器发生干燥的反应啊。是的，任杰你可以对照一下，你大概占了几条？咽干少津，特别的渴。第二个的话，感觉这个潮热盗汗，我枕头上面必须得是放一个那个毛巾，然后热的时候来擦汗。然后呢，有时候我会觉得自己是不是更年期的症状？我妈说你这更年期的症状，为什么呢？你被子盖着你就觉得特别的热，然后你把那被子一掀，然后空调打着，然后你就觉得哇好冷，一会儿是这样，就特别难受。所以我整个夜里对我困扰最重的话，一个是口渴。第二个是汗多，觉得热。如果我们辩证哈，一位朋友呢确实是因为心肾不交所导致的失眠，也就是入睡困难，那我相信您一定有很多的好办法是可以帮我们调理的，对吗？是的，既然心肾不交的话，我们的基本原则那就让他心肾相交，水火既济啊，就是让一直往上炎的这个火下来去找水，对，然后这个水呢又主动的往上去寻火，二者相交了，这个就是我们最终的目的。那用什么具体的方法呢？引火的话，因为火在上，干扰了你的睡眠，心火亢盛是最主要。
所以我们要清心火、降心火、泻心火，火下来了，睡眠当然好了。那引到什么地方呢？就应该引到水里，引到肾水的这个地方去。嗯，是火有所藏啊。嗯，这就是引火汤的原意。所以这个方子的名字是刚好能把这个方子最终发挥的功效概括描述的非常的准确。是的，引火汤这个方子呢，是一个古方子，出自陈士铎的《辩证录》。那么这个方子的组成呢，大家看，一个是熟地，一个是八极天，一个是茯苓，一个麦冬，一个五味子。那这个地方呢，要注意熟地的量特别大，90克呀。它是补肾的第一药用。大家如果见过熟地的，你看看那个黑黑的，像个果实一样，那是经过九蒸九晒的泡制方法加工而成的。它主要的就是补肾滋阴啊。后面呢相配合的含一个什么呢？麦冬。大家注意，那麦冬呢用了30克，这个量也很大。对，那么麦冬呢，你看那个药呢，它是个果实，也很实诚。那这种药呢，它入肺和胃的。那入肺和胃的主要是干什么呢？养阴运肺，益胃生津。刚才不是说咽干少津吗？那这不就解决了。它不仅生津呢，那么它还清津除烦。那么还有一味药，我们说五味子，五味子，五味子，酸甜苦辣五味俱全呢。但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它在生津炼汗，安心养神。刚才啊，我们的周先生说，他的枕头上要垫个东西，为什么呢？汗多。我们说这个心神不交的这个，除了失眠之外，他汗出汗多，潮热盗汗。那用五味子呢，既生津又炼汗，还能安心养神。我们说，单纯滋阴还不行。还有一味药，叫八极天。八极天这个药呢，它是阴阳双补的，填精补髓呀。那么这个药呢，它协助熟地，这么大量的熟地，在补阴当中也补阳。大家知道了，熟地、八极天、五味子和麦冬都是滋补的。尤其是熟地，这个药呢滋补力量很强。如果这么大的量，如果单纯吃熟地的话，周先生，那你就会碍胃，就不爱吃饭了，滋腻了哈，太滋腻了。好了，怎么办呢？我们给它加上一味药，茯苓，不让它碍胃，不让它过于滋腻，这就用了茯苓健脾祛湿，药不多，但是画龙点睛，重点突出，不妨试一试。好，那我们解决了人杰入睡困难的这个失眠的问题啊，接下来我们继续看另外一种失眠的情况。您看啊，这位呢明明是睡着了，但是半夜只要有一点动静呢，他就会醒，而且呢这一旦醒了之后就再难入睡了，通常情况下呢会睁眼到天亮，白天的时候呢大脑就会一片空白。这睡眠短浅，我就是这样子的。为了来观察我睡眠是否好啊，我有时候就是经常带着手表嘛。那表呢，它可以测量你这个每天深睡和浅睡的过程。所以呢，每次呢，我有时候经常去看一看哈。你看，这个是我睡眠比较好的一天，睡了大概6个小时啊。你看似6个小时，但是你看上面的道道，那最深的颜色呢是深睡。中间那个呢是浅睡，你看我这个睡眠那个线啊，它没有连上，它全是断断续续的，而且呢醒的次数还特别多，有时候一晚上吧就是要醒个2-3回，所以我床头啊经常放一瓶水，然后起夜以后啊就喝水，然后呢再上个厕所，有的时候又觉得肚子有点空洞了啊，再拿点零食吃一点，半夜还吃，然后呢再躺下睡，这一躺下就睡不着了，就翻来覆去的就折腾半天呢才能睡着，他就是睡得不踏实。咱们的刘女士哈，刘老师哈，他跟我们其他两位嘉宾相比呢，年龄偏大，所以这种人呢有一种特质，
一个是年龄大的，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事无巨细，事无巨细，嗯，总愿意管点事儿，是不是啊？是吗？操心。没错，他操心，他想的事儿多，有时候躺着睡不着的时候啊，这脑子里啊老在想事儿似的，就总觉得好像真的就这个事情很放不下，而且有时候有做事儿又想挺追求完美的，哪块没做好的时候吧就心烦，完了就越想吧他越睡不着。你看他刚才提到了，他总是想，总在思考，思虑过度啊，你就心学暗耗了。刚才我们提到心是藏神的，你心学暗耗了，你的心神呢就出了问题了。你看《黄帝内经》上有这么句话，他说血气者人之神矣啊，心主藏神，藏在哪里啊？那当然藏到血里啊。那么你的心血好了，心神就不藏了，是因为心主血，那血是养神的，那么心血亏了，那神就无所养，他就会浮跃在外，这是他不能深睡的最主要的原因。明白了，刚才您提到了哈，这类朋友呢在性格上就属于那种操心的事儿特别多，也追求完美哈，甚至有一些不太果断，做事情比较犹豫的一些性格特点。是的。那在症状上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明显的特征呢？也能够体现我们有可能是耗伤了过多的心血。他在症状上呢，一个是睡眠不深，有点稍微外面有点动静的话他就会醒，睡得浅，这一点再一个就是什么呢，睡了以后啊可能早醒，醒了以后再也不能入睡了。除此之外呢，就是我们说血本身养的功能也不行，血除了养神之外呢还得养筋，不耐疲劳啊，记忆力减退啊等等这些症状。正像这个张氏医通所说的，平人不得卧，多其于劳心思虑，喜怒惊恐。我们的刘老师啊就是劳心思虑所导致的不得卧。那既然明确了是因为心血亏虚引起的，那咱们是不是就得好好的补一补我们的心血？是的。那么我们知道血液啊是一定要化，靠谁来化呢？那么要靠精来化。像刚才刘老师他这种情况的话，思虑过多，暗耗心血精血，你这种情况呢，尤其老年人，那不仅补血还有补精，要精血活化。那么精血活化我们就得选个好药了。那选个什么呢？血肉有情之品。什么叫血肉有情之品呢？那动物身上的，这里要提为东北的三宝之一。所以这个鹿茸啊，它是鹿头上的优角。我们说鹿的科目很多，主要是什么呢？梅花鹿和马鹿。一年的小鹿它是没有鹿茸的，在那个头上长出一个凸起来，那第二年才产生鹿茸啊。第二年的春天把这个鹿茸我们采取了以后，这样的鹿茸才最好。这个鹿茸呢到了秋天以后它就角化了，到了冬天以后啊它就褪了毛，脱了皮，那就成了鹿角了。那留下一个什么呢？留下一个凸起，那个凸起我们叫它什么？我们叫它桩。那第二年的春天呢又从桩上继续再长出来，又生出了什么新的鹿茸。所以我们说鹿茸啊这一年就这一次，就得春天我们把它采集了，阳气最足啊，阳气最足，血液最鲜，所以它的作用呢也是最好。所以鹿茸这个药呢作为中药来说，它是甘，甘就甜，甘咸。那么春天采摘的鹿茸，大家想它不仅说阳气旺，它的血液也好啊，所以它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呀？既补肾精，又壮肾阳，填精益髓，助生长发育。我们说《本草纲目》说它什么呢？
善于补肾壮阳，生津养血，还有补髓健骨。药性润伤，也说的男子吃了呢，对腰肌虚冷效果好，那么女子吃了呢，崩中漏血效果好。所以我们说鹿茸是个好药，如果再配上配伍得当的话，那么它对于恢复，除了恢复失眠之外，它的恢复体力也是非常好的一个药。中医认为精血是同源的，所以补了肾精也就意味着是补了整个身体当中的血啊。是的。那是不是要以鹿茸为君药，然后再搭配一些其他的药材，能够更好的调理睡眠浅的问题呢？是，那效果就会更好。大家看一下，何首乌、山萸露、熟地、百合、夜交藤。何首乌，实际上它这个名字啊就知道，首乌吃了这个药啊，能够使头发变黑。那么头发是什么？肾的外征。我们说肾气化再发，那补肾就可以无发，那补肾就是补精。那么何首乌呢，它补肝补肾补精补血，那精血刚才胡话，所以这是补精血的好药。我们说和鹿茸配伍的话，它可以增强补血补精的作用。这个就是山萸露，山萸露这个药呢它非常好。有的药物补药呢，它补了以后啊，刚才提到了它可能碍胃，这个药呢平补，适合于久用，补肝肾养精血。那么熟地呢，我们在讲引火汤的时候都提到熟地，熟地是补血的良药，补血也意味着补精，因为精血胡汗。这里面还有一个药叫百合，百年好合嘛，说它既能补肺更能补心，我们说它运肺宁心补心，用了百合以后气定神闲。再一个就是夜交藤。那么夜交藤这个名字你就知道，夜交藤，夜交藤，你看《本草纲目》说了这么一句话，夜则苗蔓相交，很有意思。这个药它每一株啊，它是两个藤，白天各自生长，晚上就得像一对恋人一样相拥而眠，所以叫它夜交藤。那么取类比象，天人相应，那么人吃了呢，它也能够补血安神呀。那么整个药方呢，大家看一看，补血补精，精血互化，同时还能那么宁心安神。那这是一个好药。那我们通常可以用多长时间就能看到效果呢？它适合于老年人慢工常用。可以，我们说适合于久用，可以用到一个月三个月，做成膏或者做成丸都可以。因为补血和养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真的是需要一定的耐心，慢慢的来调理，才能够把亏虚的这一部分的气血给补益起来，才能够让我们睡得更安稳一些哈。是的。那其实呢，我们平常在服药的时候呢还挺注重食疗的，现在有没有一些药膳也可以辅助治疗这种睡眠浅的失眠呢？当然可以。你看这有一个党归黄芪鸡汤。党归是什么？党归是补血的，那么黄芪呢是补气的。那个如果我们单纯补血不补气的话，尤其对老年人来说，你气血互生嘛。那么补血也补气，气血才能更长久的发生。所以我们说将党归黄芪合用，老母鸡一炖，就体现了我们中医的什么呢？食药同源。老母鸡它补气补血，是吧？我们说产妇嘛，生孩子以后有个老母鸡供应它的物质基础，配上这两味中药，那它相得益彰啊，它的作用就更加突出了，还能怎样改善口味，你能适用各种年龄的人长久服用。那我们今天呢也为嘉宾准备了这一道药膳，大家来品尝一下好不好？
个汤特别的甜顺，嗯，既有这个中药的药香味儿，还有一些药品本身的那种回甘的味道。这个鸡肉还是有这个中药的香气，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容易坚持。因为我觉得药膳很重要一点就是要好吃，不然的话你没办法持久。这个其实吃起来是很舒服的，嗯，你吃起来很润。我想可能刚刚说浅睡眠的会中老年人偏多，这个味道会大家比较喜欢，因为里面有当归的那种淡淡的香味儿，然后鸡肉呢又是很滋补的，对，而且里面有一点淡淡的甜味儿，是吗？对，你就吃完之后的话，你刚开始吃的时候可能是觉得是一包滋补的药，但是它最后回甘回甜了，嗯，你会觉得哇，那个生津了，就是我要的那个功效，生津的，你知道，已经唾液分泌出来了。补气血真的是挺难的一件事情，光靠药吧隔三差五的补一补好像效果还有限，但是通过食疗咱们可以比如说一周喝上个三五天三五次都是可以的，这样天长日久慢慢就把这个气血给补益起来了，那我们睡觉的时候呢就不会夜间多醒了哈。刘阿姨您可以试试这个方法。好，那我们再来看啊失眠的另外一种情况。我们看这位朋友呢，半夜的时候经常会做梦，要么梦到掉牙了，要么梦到赶不上车，或者呢是明明都已经三四十岁的人了，还梦到自己在高考的考场当中。李然是属于这种问题的情况，是吗？对，我都不只是高考，我可以再往回追溯，可能得30多年，我还在中考呢。就是这几个场景都会出现在我睡觉的这种情况当中，掉牙也特别真实，我不是掉牙，是梦到那个牙有碎。的部分啊，就是在梦里吧，你又挺清醒的，也知道这个情景，但是你就特别紧张，这个梦还会重复，嗯，就是这个场景我可能是半年前梦到过，哎，半年后这个场景它又来一遍。所以我觉得总结下来，不论是哪个场景，都是在睡觉的过程当中，这个梦带给我的这种紧张感是特别特别的明显的，就像我说的，最后你就觉得这觉好像我还不如不睡呢，因为我不睡我还联想不到这么多紧张的时刻，睡完了之后反倒觉得哎呀好紧张呀，就感觉很疲惫。哎，我有一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梦到这么一个段落，嗯，啊，大概录像前15分钟我还蓬头垢面呢，然后稿子有这么厚一沓，我还一眼没看，把我吓得一下子就惊醒了。这个场景我也有，我经常咱俩很像，对，早班就是7:20了，但实际上我的表6:55才响，就是那个场景，就是立刻就是穿衣服走杀，然后就是没到怎么办，就特别特别的紧张。哦，这种情况会经常出现，会影响你的睡眠，对吧？哦，很频繁，很频繁。也就是说，我刚才讲到了，能够睡一宿好觉，它真的是一个奢望。我觉得这个频次大概得按年了。来计算，可能这一年当中这两个手加一起可能有10次，哎呀是睡得非常香的。王医生您在接诊的过程当中这样的情况多见吗？王医生您在接诊的过程当中这样的情况多见吗？很多见，这种情况呢可以发生在老中青任何年龄，但是更常见的是中青年。这种中青年呢有一个特点，就是生活也是不规律，海吃海喝，看到这个好吃的猛吃一顿，导致了脾胃的功能下降了。我们这一类因为脾胃功能下降紊乱所导致的失眠，我们叫它胃不和则卧不安。我们知道正常情况下脾胃啊，它是一起主管什么呢？主管我们消化进食的，脾是主运的，胃是主啥呢？胃主纳，受纳就是进呀。进来以后要消化，这个消化是谁呢？是脾来完成的。在消化之后呢，那么我们把这种消化以后，那么这个功能呢，化生的什么东西呢？化生的气血和津液。要转化为人体的功能，那转化的过程呢？我们叫脾的升清功能，那么受纳的功能呢我们叫胃的降浊功能。脾升胃降，人的消化功能正常了，人的气血的津液它的化生也就正常了。那么一旦脾胃的功能失常，脾不升胃不降，脾胃功能失常，化生功能
也就失常了，它不能化生气血津液，嗯，它反而形成了什么呢？形成了一些浊气杂物，嗯，那么这种浊是什么呢？是痰湿浊，嗯，它扰了心呢，心神不藏了，那当然它就会什么失眠多梦了，嗯，这是中医提到的叫痰蒙心窍吗？是的，我们刚才知道，那么血是什么呢？血是主神的，嗯，那么它化生的血液浑浊了，嗯，当然这种浑浊的血液就不能够发挥正常养神藏神的功能，嗯，那么它就会失眠多梦。那像您提到的这种胃不和则卧不安导致失眠多梦的情况，具体典型的症状又是什么呢？李兰说的那做梦做噩梦，那做的高考的梦，做的攻击的梦，说他做的梦很多，同时呢我们说他最主要的脾胃不和，他肯定有脾胃不和的一些症状，食欲不振啊，肚子发胀啊，大便溏稀啊，或者什么肥胖，莫名其妙的快速增胖，嗯，这些都是脾胃不和所导致失眠的特有的症状。哦，理解了。那既然咱们寻到这个病根了，是脾胃的功能失调所引发的爱做梦，影响我们的睡眠质量，那咱们调理的话就需要去调理脾胃了，对吗？对的，这叫对症。嗯，那么我们调脾胃的目的就在于什么？是产生血的源头上让它澄清，也就是化浊，那么化了浊，那么心的功能也就正常了。嗯，那么这是源于我们齐鲁内科十病流派的代表性传承人国医大师王新禄教授。王新禄教授啊认为啊，那我们说现代生活的转变，生活节奏的加快，加上这个我们说竞争压力的加大，我们的生态发生变化了，那么它就会进入我们的体内，使我们的血液浑浊或者循行紊乱，我们把这种情况呢就叫血浊。因为王新禄教授认为万病皆由血浊所化生，化了浊那么百病才能得到调治，阴阳才能和合。嗯，那么主要在化浊，一个是化血浊，一个是化痰浊。虎杖呢重点是化血浊。虎杖大家听过吗？虎杖这个月。虎杖，嗯，一味中药。中药，老虎的虎，手杖的杖。虎杖，虎杖。我也刚才以为脑中浮现的是个小锤子，说是一个虎头的形状，然后敲哪儿然后就能睡得好，没有听过虎杖这味药。嗯，应该平时用的很少吧，这些都听的都挺少的，听起来挺贵的样子。鹿茸的好朋友。对，刘阿姨，你觉得它是动物药还是植物药？虎杖听起来应该像动物药，虎嘛，可能跟老虎有关系。那现在谁敢碰啊？可不敢碰，珍惜保护动物。大家对于虎杖了解的比较少，您跟大家介绍一下。虎杖这个药实际上是个植物药，大家看，这就是虎杖。哦，植物药，菜根是吧？成块的。我们说它的这个虎杖呢，是这个横径的纹儿。哦，像老虎的斑纹吧。哎，很像哈，有点像，颜色也很像，是吧？那么如果，当然这是切了，如果没切的话，它就像一个什么？手杖？手拐杖？拐杖，所以叫它虎杖。嗯，那这个药是干什么用的呢？它化浊活血，消肿止痛，它的作用很多。名医别录上说它，通利药水，破流血症结了。那么药性论说的什么？治大热烦躁，止渴，利小便，压一切热毒，还能治疮呢。嗯，也就是说它什么呢？它还能清热，还能什么呢？活血化浊，血浊清了，那么血的功能正常恢复了。嗯，当然它的
神就有所藏了，那么失眠多梦就得到改善了。嗯，只用虎杖吗？还有其他的药物也可以化浊吗？还有一位化痰浊、化湿浊，荷叶，荷叶出水芙蓉，对，出水芙蓉嘛，荷叶。我们知道荷叶是什么？有什么特点呢？荷叶泥而不染。对，周先生说污泥而不染。那么这个药呢，我们看它的形状，长在淤泥中，而非常洁白，它能够降浊，把浊气都降到下面了，把清气都升上来了，能生阳化浊。哦，所以荷叶这个药呢，它入脾经，它能生阳化浊，当然它能够调理脾胃，还能化痰浊。嗯，所以它如果加在这两个月调理脾胃的方中的话，那就会发挥它意想不到的效果。这两味药还需要和其他的药物组合在一起来调理痰湿血浊所引起来的多梦的问题吗？那么我又推出一个什么呢？化浊和胃方。这个化浊和胃方呢，实际上它主要的要源于我们《黄帝内经》上的一个方子，我们叫半夏疏密汤。半夏疏密汤最主要的是什么呢？是半夏和熟米两味药。那半夏是什么呢？说半夏这个药很有意思，它要在什么时候呢？在夏天的一半的时候，夏至是一半吧，这个时候生长，那么可能它的效果会更好，所以我们叫它半夏。熟米呢就是黄米和粘米，那这两个月都是什么呢？都是化痰湿、化痰浊、和胃安神的。如果我们把荷叶和虎杖与半夏熟米汤这个流传了几千年的方子合在一块儿，那效果就会更好。同时呢，我们在这几个月的前提下，我们可以根据病人的情况，也适当的加上一些和胃的，包括干姜啊，包括当归啊，必要的时候大枣，这可以搅味儿。吴茱萸是什么呢？它很辣，它具有散寒化浊的功能。那么用起来呢，还要注意先用开水把它浸泡一下子，把泡吴茱萸的水倒掉，然后和其他药就合到一块儿，这样避免了它的刺激性。好，明白了。那今天通过王医生的介绍呢，我们了解到哈，中医对于失眠的认知呢还是非常深入的。比如说常见的五脏功能的失养、气血的亏虚，或者是邪气的扰脏，都有可能会引起来失眠的问题。当然呢，今天我们提到的是典型的三种失眠的情况。那我们生活当中呢，失眠的情况可能远远不止这些。有的朋友呢，出现的失眠有可能会更为复杂，所以建议您呢，如果要是长时间失眠的话，还是最好找到专业的中医师，根据您的身体的情况帮您来好好调理。非常感谢王医生今天的介绍，也感谢我们三位嘉宾的参与，下期再见。